紧随其后的巨星，然而就在他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时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下彻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阵诡异的声响起，紧随着巨星带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受伤的手臂突然传来巨响。 队长上前，让帕西克拉肯打败泰坦们的地方。现在他们要寻找传说中的独眼女巫。